意外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好评度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袂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ェ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。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风纪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这个是葡萄虾的水银醋，那里面搭配的是季节绿竹笋、荔枝，跟来自宜兰的葡萄虾，上面搭配的四季红跟紫苏花。那这一张是这个生蚝的身份证，它是来自于三路船的，一个叫做女川生蚝，那这一张就是它全部的一种身份证。一般的生蚝都是用这个垂直钓鱼去养殖，那它是放在一个小的箱网里面，单一出壳养殖。是九州的丝鱼，表皮我帮你们做过了，这个叫网烧，带有一点烟熏的炭烧的香气。网烧呢，就是用一个铁网，然后直接去烤它，很高温下去烤它，那就像有点像烙印的意思。然后它上面这边就会有网子的形状，所以叫网烧，它不是刺手。等一下吃，它会有带有一点这种叫做炭烤 smoking 的香味。介绍一下，在我的左手边是叫楼主章鱼，我的右手边呢是鸡煮鲍鱼，那鸡煮鲍鱼上面搭配的是鲍鱼的肝做的一个肝酱的慕斯，章鱼呢可以搭配前面日本的炭焙芝麻，还有法国的盐之花，还有宫城县的瓦萨比，直接吃这样就可以，谢谢。那我拿手上这一个帮你们介绍，我们先介绍这个笔，这个笔呢，它的日本叫做 Monaka， 早期是供奉给日本天皇赏月用的月饼，它是用米做的。那我们这个中间呢，我们便称为这道菜叫松叶蟹的最终笔，这个笔名中文叫最终。那这个松叶蟹里面，我们有用一个分子钓鱼的技术，花三天的时间做了一个糖性蛋球膏，包在松叶蟹的里面。最下面有一片呢，黑色、咖啡色，这个叫柚子丝饼。上面绿色这片叫山椒叶。点压拍完照了，把它压下去，像夹心饼干直接吃。哎，豆腐。那帮你们现在上的这个是富山湾的名产，它的名字叫小白虾 （Sea Heavy）。这个里面呢，至少差不多有20。那上面这个东西叫做昆布籽，它是一个日本加工出来的一种籽。它是你看到白色的地方呢是白昆布，黑色的地方是这个海苔，黄色的地方是我加了一点点这个麻粉来的，感觉看起来像一只虾子一样。这个是紫海胆哦，这个味道比较带有一点 creamy 的一点点奶油香味。海胆有分四大品种，第一个品种是法棍海胆，第二个品种是赤海胆，再来是叫做白海胆，再来就是这个紫海胆。何谓紫海胆？一般我们去台湾可能玩啊，你可能看到圆圆的五颜六色，这个是马粪。然后另外一种是比较常见的，刺刺的黑色的，那个叫刺海胆。紫海胆呢，它的形状颜色跟刺海胆长得一模一样，可是它的壳是微微泛紫。这个我们台湾的名字叫长尾鸟，日本叫做长尾冰鲷鱼。那我们做的是一个九蒸长尾冰鲷，上面搭配的是这个山萝卜叶，还有牙葱，另外一样东西是这个昆布丝，它是芋头昆布丝。像那个昆布丝呢，是日本人直接用手工哦，一直刨出来的头丝的。
空投椅 ，notebook。那我们这个有熟成过，也是有熟成过，熟成完再烤。一样，它的油脂香气等一下会变得比较浓。糖、清酒、盐巴、酱油去做的姜布前的玉子烧，它里面没有水，没有面粉，所以你吃起来会有点黏黏的，像蜂蜜蛋糕。那它有一个学名呢，叫做长崎蛋糕风味玉子烧，它有蛋糕的风味，可是它没有面粉。大家吃起来的时候，它不会像一般的长崎蛋糕会有弹牙的感觉，它是黏腻的感觉。口感不一样，所以它只能称为叫做风味。这个我们店的配方，我们店的做法，这种软度在我们店要两个小时。每一家店有自己的风味，每一家店有自己的口感。江户前寿司技术大全啊，我们现在吃的就是这个。它早期叫做薄烧玉子，是做握寿司的，现在都做厚子，现在都叫厚烧玉子。早期传统是有放鱼跟虾，现在我们没有放虾，因为很多人对虾过虾蟹过敏，所以我们就全部放了。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古早的做法，早期是在磨锅里面手工磨出来的，现在是都用调理机了。那这个后面的顺序就一模一样。我们在讨论，我今天吃了5000块，最后的500块是够不上。水果这么吧，你头前是我笑，水果共30块呢。今天在隔壁的，因为你先当中上贵，目前上贵，目前啊，你要再调整个款呢，突破还是要再突破，再突破。那我们有下面留言，看哪里有更贵的，跟我们讲一下。好，再带隔壁去吃，上传的其他元宝。哎呀，元宝，最近卡掉一点点，哎呀，你吃水饺，哎，来开一间那个水饺店，叫做乐透水饺，每300颗里面会有一颗有个金元宝，一个小金币，随机的嘛。你向来吃，你今仔来吃十条、20条，你无一定吃得到啊，对吧？但吃到你就赚到，哎，别无，哎。没办法，哎，会吧，会贪吧，有啊。譬如说，我们就确定就是每300颗里面就有个，里面有个小金币啊，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啊。啊，你要注意噶，你们搞点注意，等你那个杯子。啊，你咬到我们就拍照贴在墙壁上，代表说我们真的每300颗里面就有一个，可以哦。就开一下，要来吃的也留下一个，人数够多我们就开热透水饺，好不好？啊、你也不怕啊？我是真的啊！这个那好可怜，真的啦！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，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